阿闻帝藏菩萨名一声，逆耳根则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和光明明众是佛摩卷所将是命中人舍在财物宝贝一时所化一藏心相或是病人为众是誓言而见闻知道卷所将舍在宝悲和为妻之身所化地藏菩萨心相是人若是也好和手中病者曾是功德寻迹出于寿命真意是人若是也报命经营有一切罪障业障和多恶趣则曾是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生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能若如不是我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往事父母乃至往事兄弟姐妹使人年纪长大时以父母记住劝说不知落在何去成何世界成何天中使人若能说话地藏菩萨心向来自文明地战一地一日至七日莫退出心文明艰辛站立供养世人眷属家因也不多而去这几当解说生死男女兄弟姐妹说话地藏心想站立功德寻迹解脱生人天中受生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一生人天受生妙乐这几成是功德转正身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夕站立地藏心相念起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高世人眷属身见我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精灵世人与诸世间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归神众生为护现世一时风雨无处疾苦乃至恨世不若其门何况其身世人必经得菩萨摩尼受其佛子观世音菩萨轮回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光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处理善解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心相即文明者是心归依或以香花以佛宝贝饮食供养善女是善男女等所愿俗称永无障碍佛子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是难当皈依站立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心相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福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记得菩萨摩顶受持佛子观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正中发布是一心于多云诵终于名师教师领受玄德玄王懂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所业障未得下
要主顾于大圣经典，我多从心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成拜，跟你相化一时，一时一切万具供养菩萨，一经水一尊，今一日一夜安菩萨显，然后合掌敬佛，为首相南临入口时，至心正中覆水即彼身不心求柔心灵王律即诸上岸，以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出手灌顶水，其人梦觉即或聪明因是经典，以理而根即当用，其根不忘事，于其一切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一时不足求者，快愿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财不安，眷属恨伤或诸恨事，多来无身睡梦之间，多有进步，如是人等问地藏名，见地藏相，自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梦一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不思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私，或因身世，或因己世，如山林中国度河海，乃至大水或金仙，都是人现当年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归身为护，心处助我拥抱安乐，乃至风雨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生，至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十百千劫中所不能及，是故观世音多以神力六波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恶说偈言：无观地藏为神力，恒河沙劫所难尽，见闻战力一念间，履一人天无量世，若男若女若龙身，宝经应当多恶道，自心皈依大师圣，说明转成处罪从少时父母恩爱，这位置浑身在何去，兄弟姐妹记住，今生长以来皆不是我所获，花大师圣被灭禅力不禅舍，三七日中年七名菩萨当现无边地，是其眷属所生皆众多恶趣，寻处离若能不退，是处心即或摩顶受身，即欲求无上菩提者，乃至处离三界过世人，即发大悲心，现当禅力大师向一切诸缘所成就，永无业障能遮，只有人发心念经典语，多去迷朝彼岸，随地誓言不思于宣读宣王，多非是世人有业障，或故于大圣经不能及，供养地藏一香花一佛一石，诸万具一经水安大师前，一日一夜求佛之法印，中心生无心求肉邪淫，即往于三七日内无伤害，只心思念大师名，即于梦中见无边卷海边的离更二一时，金桥离二文，千万生中永不忘，
力是大事不思议，能使世人获慈悲，贫穷众生及疾病家灾凶衰，眷属溺水梦之中，喜不安，求责怪，为无沉醉之心站立，一掌向一切而世界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一世丰饶神归，我于罗山林及渡海渡岸，亲手及二人得生得贵，平得丰，一切诸难诸苦难担当站立，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若是山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慈心听我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走，广宣大士如是理，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站立者，香花一佛一世佛供养百千寿庙了，若能以此为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如当知不高恒沙诸佛陀，诸类人天平地十三恶世世尊，具金色眉，有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是神力不可思议，如是慈悲不可思议，如是智慧不可思议，如是辩才不可思议，真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此不思议，十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即我今日在道立天中，一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威之中，在一人天诸众生的为出三界灾祸灾中，则不足一路无灵是诸众生多而去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无无间积阿鼻地狱东尽千万亿劫，无有出期，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之心，无定喜而者多众发善心，须以其退若一恶缘，念念增长一世之故，无分是心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无尽因尽一天人中，不足一如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其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种种烧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一道利用护世人见修无上无灵退是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岁月报应，落在恶趣灵多趣中，我之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声经典是诸众生，若以神力方便，就把于世人所见无边身为所地狱，千灵升天受身妙乐，二十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中，无尽殷勤佛祖如意，大神通方便多无灵，多在诸恶趣，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护归合掌拜佛言，世尊为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拜佛言，世尊我自知道理，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身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至一切天龙闻此经典，
及地藏菩萨名字或站立形象得其中福利为原始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中等别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地听地听我当为若分别说之若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偈乃至读诵香华印时以佛珍宝布施供养赞叹赞礼得28种利益以这天龙护念而至。